挑战的舞蹈。那我们台下好朋友哦，大家呢来捕捉一下我们美丽水姑娘的魅力。性感的舞姿，导导游哈，阿拉你们跟你的四个牛安排呢非常棒的 pose， 那我们现场好朋友大家可以拍照哦。当然也要祝福大家，我们在这个中秋连假呢，大家都能够中秋佳节愉快。哎，你有看到那个帅哥哦？要给你摆 pose 呢，要给你洗，加加加，挂加挂加，你这个是在结婚纱哦，要不要点对象呢？嘿嘿。摆一招啊，上尾一招就好啊，嘿，上尾一招，嘿，上尾一招就好，听咧听咧就好，嘿，看你要怎么一招来，好朋友来把握机会，先来这个奥一招啊，哈。好，谢谢，感谢呢我们的居居，也谢谢我们今天这么多的好朋友，大家呢也辛苦了哈，陪伴主持我呢站了四个小时，我有薪水打领呢，你拢无薪水呢？您大家了有钱回去呢，不要紧啦吼，感谢非常的诚心哦，大家来给咱参与咱天送马呢圣诞千秋，相信呢咱天送马非常的灵感，绝对卖人四方保庇，大家关心咱的平安喜乐回去，大家呢拢用咱心思事情办事皆如意，能够呢天下间无不散的宴席，依然是甲好朋友三友奶奶，说拜拜，祝福大家天下之光四季在，说再见，也祝福所有的嘉宾好朋友，大家都能够美梦成真，好梦实现。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香丽。这边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，马感谢伊就咱场地哦，马感谢咱新客场地哦，好场地有做多少对？哦，辛苦哦，咱场地呢伊慢讲哦，非常的辛苦，啊，甲咱这种地主哦，来伊就咱的古果山场地，咱的刘清燕董事长、刘德二董事长、刘仁浪董事长、刘谢碧霞董事长、曾密董事长。邱密董事长，那刘水峰当主长，吕介慈董事长，刘永顺董事长，刘文银董事长，刘文杰当主长，辜国传当主长，吕德海董事长，刘国良董事长，刘玉贤董事长，刘国腾董事长。参加整个后，邱小晴温，一九天上马四五八比，我的下次当主长，会让邱在你在，邱你弟弟，平平相守，大家来甲大叹气。我代表呢，咱八团团主，咱阿达拉来祝福厝边你要登记路上会当顺顺行，祝大家平安顺遂，龙腾虎跃。谢谢我们前面的这几位摄影师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再见，拜拜，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，谢谢。